这里好多啊！妹妹给你吃。我才不吃这个，一点都不好吃。连想吃都没得吃，这也是高端水果来的。哥哥，我想吃榴莲，都好久没吃榴莲了。那东西很贵啊，便宜的话爸爸早就买回来了。今年都没有吃过呢。以后再说嘛，我现在又没有钱买。你存钱罐不是有钱吗？上次我都看见了。那个是我留着有急用的。哎呀，有什么急用？你就给我买一个小的给我吃一下吧。不买，你就想我。我不明白人世间的沮丧，只因为我们三个。奶奶，我和妹妹去买点东西。看着了吗？妹妹走了。去哪里？去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先去看一下榴莲的价格，看看贵不贵。有很贵的话就不买了。哦。我们的泰国金粉大厂。说很贵吧？贵就贵了。要不去买榴莲糖？我都说很贵的，要便宜的话，爸爸和大姑都早就买回来了。哦。回来开门了。啊、哦！要买这一大箱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今年榴莲上市了，买给小陈、小叶他们吃。妈，小陈、小叶他们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他们跑去哪里呀、啊，好像说去买什么东西呀、啊。那这些果肉你放好来哦、我先上膏药厂了，等一下你给他们吃就行了。我帮你讲啊。妈妈，你自己去选吧。啊。哦，在这里了。哥哥，我就要这包了。嗯。慢吃。哥哥，你真的不要糖吗？不要。回家了，快点。要准备做饭了。做就做了。嗯，怎么那么大榴莲味道？是不是有榴莲？哇，榴莲！嗯，怎么都是空的？肯定就在冰箱。哇，我就说嘛，肯定就有榴莲。哥哥来吃榴莲啦！嗯，好吃。妹妹，我们要不要搞点榴莲皮来包鸡汤？要。嗯。奶奶，我抓只鸡来包哦。够了吧？你说只要里面这一点。奶奶，带什么青菜啊？来点红菜了呗。哦。差不多了。嗯？又睡觉了。奶奶说吃不了那么多，这饭先煮熟，明天再拿来吃。把榴莲放进去，再煮个二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奶奶，过来吃饭啦！我卖你了。快点来呀，等一下我把菜都吃完了喽。哎呀，知道了。那、你放。来吃这个，肉比较多。不用你夹吧。